咧喺個熒光幕咧都影緊個 live 咧係睇到嘅，咁所以有時混亂咧仲睇唔到 live。好啦，咁而家兩位咧就開始加速，慢慢依次上先加。咁啊，對於李慧詩嚟講有少少利㗎，咁啊入咗個氣流層先。咁李慧詩咧會上翻落頂，嘗試再進行加速。不過呢個咧只係初步嘅啫。啊啱啦。好啦，李慧詩咧就極速加速啦。咁啊，從內單一抽咗出嚟。哦，喺咁嘅情況下咧，嗱，李慧詩 keep 得到咧，我哋香港銅牌就會嚟啦。有啦。